Hello， 焦子恩，今天又来吃 Seven Eleven 的东西啊。那我今天吃的东西是韩式春川辣鸡起司冻饭。那这个辣鸡呢，吃起来是不是垃圾我就不知道了。那闻起来的味道其实蛮复杂的，没有说很香。闻起来泡菜加起司的味道，我之前去吃西门町的春川炒鸡，我觉得蛮香的，可是这个味道就很奇怪，很油很油的味道。我现在吃一口，一口饭跟泡菜，我觉得很咸啊。可是喜欢吃重口味的应该觉得味道不错。哦，有点小辣。起司的部分会弹稀，可是很咸，这吃起来就真的是咸。鸡肉蛮嫩的，鸡肉是真的不错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德式香肠，吃起来的味道就跟那个 Seven 微波那个德式香肠味道一样，所以整体来讲不错啦。那边吃边聊一下，这边是我买摩托车的车行，那这里平常我在租摩托车，稍微打下广告。那其实为什么今天会在这边拍呢？因为家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因为我阿嬷最近有点阿兹海默症比较严重，所以她会一直来问我问题，比较不方便在家里拍。刚刚就厚着脸皮跟店长说可不可以借我拍一下，他就说好，然后我就很感谢他。这样整体来讲是真的蛮好吃的，我刚刚是只有吃泡菜跟一点点饭，那一堆饭跟泡菜一起吃的话就不会那么咸，鸡肉也真的是很嫩，然后不会太辣。不过讨厌吃洋葱的人应该就不会吃得到，因为里面洋葱蛮多，洋葱跟泡菜比例大概是1:1。微波食品现在吃到最难吃的还是那个拉面，那个拉面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会那么难吃。那个面微波完已经糊掉了，上面的汤很淡，下面的汤很油。我是上次有试着再买第二碗吃看看，有人上次说我微波错，可是那店员跟那个上面都有写微波要多久，所以基本上不会错。因为我是担心它上面太淡，下面太油，所以我自己有在搅拌，搅拌过后吃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油，可是还是很油，很油。原本满分10分的油，那拉一拉之后变成7-8分的感觉，还是很油。那以那个拉面来讲的话，满分10分，那个拉面我给3分，那这一碗饭大概有7-8分。那先拍到这样了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按下喜欢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只能大家下次见喽。那我要继续吃了，拜拜。So fiend, not a mean, no harm, but I win your team. Yo, give me the light and show, give me a mic. You know, plenty of line to go, plenty of line. My bro ball so hard, but I still got bands. Troops don't make for you, I can't.